亚索打剑圣嘛，上来跟他换血。哎呦，好凶的剑圣啊，直接 Q 我脸上。一级你不是单挑无敌啊，兄弟。长兵线的话，你打不过亚索。咋回事呢？剑圣这以为自己一级单挑无敌啊。咋回事？上来就亮狗牌啊！哎呦，有熟练度啊，剑圣，直接上来就 Q 闪啊！一闪，哎呦，刺，哈塞，哎，怎么来？飞起来，走了，走了，刺，他太难受了，这种啊。剑圣的话 ，Q 技能的落点在咱们的身后啊，哈塞 ，A 一下 ，B 过来 ，A 一下 ，A 一下。挂起来，点挂上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哎呦我操！哎呦，大哥这么针对的吗？大赛！不！哎，对不对？继续走位，走位，是不是？哎，再一停走。一个队友说牛逼，等我是不需要啊。哎呦，太针对我了吧？这咋回事啊？你让我等你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回家了？这肥美的兵线，糟了呀！这剑是蠢蠢欲动啊 ！A 躺三下，然后 Q 到我脸上 ，AW 我已经换血，我怎么死了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快点，飞龙在天、啊，终于等到你了！在同等装备的情况下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剑圣一级到十八级都是打不过亚索的。但很多无脑剑圣吹啊，说剑圣单挑无敌啊，那是没有遇到会玩的。同等装备，同等操作，正常情况下，我觉得剑圣单挑其实并不厉害，很多英雄他都打不过呢。EQ 走了，哎呦，上来就开大吗？回头假装交锋，刺枪刺杀，刮起来，是不是走了？你看很笨这个英雄，刺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兄弟们，快过年了，大家都买新衣服新鞋子了吗？这个外套和鞋子是我在得物买的，哇，超划算！而且现在上面有新年活动，很多球鞋、服饰、数码、手表参与活动后就有机会9元买到，到我评论区链接就能参与了，你也赶快去看看吧。对面剑圣非常刚啊，咱们把他打服啊！今天教你们驯服一个非常刚的一个剑圣，见面就是干。到现在还是不是很怕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会给你个痛快的。打起来了！你看，好刚的剑圣，我今天必须打服他。眼神挂上。哈塞！哎，走了，回来了，假装击飞，哎，骗出来。飞龙在天，我今天我看能不能驯服这个剑圣。滑滑滑点滑滑，明显收敛很多。来，不想假装交，骗他骗他，我不信他能抓住啊！哇，好稳的剑圣，可以利用峡谷先锋接大，漂亮，配合队友，滑点，不急，递过来 ，A Q。走了，我告诉你们一个亚索的技巧，亚索的话接大默认在对方的身后，但是在防御卡的攻击边缘接大招会在对方身前接大，这是亚索大招的一个保护机制。这件事很难驯服啊，感觉他下路捡了几个人头，估计现在又对我不太尊敬了呀。如遇赴死，易如反掌。刺，哈塞，他下面捡几个人头上来就挂脸，但是我这无缝一跑的比你高原神童快太多了呀，直接吹起来，哎，是不是走了？刚刚不是挺牛的吗？追着我打，起我，哎呦，刺，你有我快吗？啊，你的刀有我快吗？我没打服你啊，啊，我杀你这么多次还没打服你啊，很难驯服的剑圣啊。两个拿剑的，不抓了。攻一双开，你们看过龙珠吗？我这个衣服30多斤重，限制了我双手的力量，导致我的操作无缝受到了巨大的影响。刚刚不是挺牛的吗？怎么怂了？啊！飞龙在天，给你打，打够了吧？
回家就成那样了。你是疾风吧？我没看错吧？跑！彻底驯服。